小伙伴们，妮妮要出换装皮肤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这个黑黑的妮妮。众所周知，卡卡和妮妮在迷你世界中是我们进入游戏的初始角色，并且我们发现卡卡和妮妮的这个黑色皮肤非常帅气。你们看，他的眼睛已经变成了黑色。在评论区中打出2164，你将会看到他如何获得，就是这种奇怪的黑色。我们发现，在妮妮的眼睛中根本看不到这种黑，而他的黑好像是一个怪物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并且衣服也变成了黑色，但是游戏中的妮妮衣服是红色的。我和学姐来到迷你世界远古版本，发现这个妮妮的眼睛和我们换装以后的妮妮的眼睛也是不一样的。看来这个换装皮肤应该非常的厉害，而且我们发现老版本中的妮妮衣服依然是红色而不是黑色。小伙伴们，如果妮妮换装后，你们还会喜欢她吗？